对，可是因为吼，棚内是四机作业啊，所以吼，有当下来照镜头。但是你若真正单机作业啊，是讲拍电影吼，基本上吼较歹借位置。你去教迄查囡仔演啦。哦，我教迄查囡仔演，敢好？看咧共拍啊。敢好？好啦。哦。伊讲话时手一直安尼，我就惊。不啦，嘿，因为我习惯右撇子啊，你可以教我拍拍。哦。哎，你换一边。今晚我要替我们拍个电影。啊，不，你别拍我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呦。来，你来来来来，演呢？来呀来呀，你拍拍来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妹妹啊，拄我出社会哦，唔捌看过八点档哦，想冲榜哟！这款足穿你唔捌看过哦，你捌看过西火车里落的无？那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啊，你会惊无？我还是你来拍看麦来。我拄我好滴话，你拄我好滴话呀？我不行，好，啊你先不行，啊不你不用做。好。我来今麦，我你试看麦两种。一种你拍到恁新妇可怜的，一种你拍到恁大哥大姐。我想要大哥。你较侪话啊！你阵演新妇。我新妇。你可怜的，啊你干咩？哦，你是两种无同款的。哦好，你先干咩？先拍新妇来。所以我大哥哦。哎对，一百。阿布，你去干嘛？在靠啥？大刚三顿拢无咧煮啊！哎，大刚安尼莫囡仔，就是讲安尼足无用的。你到底是咧无用什么啊？安尼翁转来了，拢无帮他吃呢。啊，我昨日无闲顾囡仔，我想讲你会煮好伊食，你敢知影？你好意思叫大家煮三顿哦？哦，厝内底毋是有使用人？使用人伫倒位哈？哎，你太温柔了，你没有一个份儿可以起手打他。来，你一定要有一个份儿。我唔敢啊！对嘛，一百一。太温柔，你找不到一个点可以出手，你知道吗？一百，注意看哦。先生，你是讲，阿婆，你对我食饭啊未？你有煮饭啊无？我无煮饭。你无煮饭，我会头要食啥？我叫使用人煮啊。你有使用人吗？你隔礼拜了，我使用人就死掉啊！啊，你是可怜哦，还是你喊命啊？我咧饲囡仔，你咧饲囡仔，是咧饲鸡啊？囡仔拢过来咧！哇！哎，无啊，即摆是安怎哈？你即摆拍完杂架，也拍啥意思的啊？哈！这你妈妈，来讲啦，来讲啦，哈！拍摄，啊，你细囡仔就是囡仔，我细囡仔就唔是囡仔，哈！卖生气，卖生气，老公，我一直问这个囡仔有啥物意见无？伊讲无，我足欢喜。开头笑到尾，无意见哦，无意见就好啦。哎呀，较细腻，我甲你讲啦吼，因为阮查囝吼，自细汉吼，我著教了真好啦。啊吼，无你是入去灶开啦，啊你啊不都要给你煮啦。啊吼，啊你啊方便吼，先煞煮好一只啦，安尼好无？哎呀，啊我是无看过啊，给你说给你吹配什么样讲呢？我当看一个无啊？没，先我好。真的哦。嘿嘿。别啊！OK， 安尼有看到无？阿丽姐笑啥？来，你干嘛就欢喜？你看帅哥和我跑就欢喜哦。叫可丽姐来演这边来，贝贝。哎，今仔来，今仔来。贝贝，开麦。啊，今麦是几点啊？哈。哎呦。今麦暗时十点啊。十点？我暗顿拢未吃，搁十点嘛。我今晚会当食宵夜。啊，请问恁翁食饭啊未哈？伊应该还袂食。哎，十点要食倒一顿哈。袂食，啊袂食，你搁敢讲，你搁敢徛伫遮？阿母，我拄才咧照顾囡仔，照顾囡仔，免讲安济啦。啊！受伤。孩子在笑。他都没有哭哎。人生就是安尼，不管你安怎跋倒，伊拢是咪咪啊笑的啦。